撞的，没你们责任，好吧？那你们，你帮我搭把手，你看帮妈帮妈，好吧？我们交警还没来你就走，你这样不按照法律程序走，把我们很难办，晓得吧？说实在话，要是这个人当场走了，这事情或许还好办。我你什么意思？哎，老师，这人我不是帮他，我是害了他。我醒翻了，没事。你们来，你们啥意思？